你们要挑战的是串起台湾四季点灯塔。请问一下，那个灯塔还要多久才会到？我们终于到了三角礁灯塔了。哦，这好湿哦，这真的好湿。哎，掉卡了啦！掉卡吗？为什么？我自己注意一下，我要忙这么多的事情吗？那我发抖。啊，这里有没有充电站？副驾驶哦，睡得真的很熟。我刚刚看了一下电量啊，虽然我们现在续航里程大概还有222，大概有40%左右的电力，但是以这样的电力开到南投日月潭，基本上是会完全没电的。所以反正现在大概时间也是吃饭时间，那我们来到购物商场来帮我们的 Tesla 快速充电一下，顺便看一下它的一个充电规格。目前 Tesla 的快速充电站包含两种规格，就是特斯拉的特规还有欧规的规格，都已经建置的还蛮完善的。像我现在我们的车子呢是使用 CCS2 的快充，我就可以把插头拿起来，上面有个按钮，按下去之后，它的充电孔就会打开，然后你把 Tesla 的快充插进去，好，基本上。它就已经对应到了，那接下来就开始快速充电咯。好了，为了接下来的旅程，先让车子休息一下，也让米娅休息一下，就这样吧，走。米娅，嗯，完蛋了啦！掉卡了啦！掉卡吗？没电了，没电。你们都顾着睡觉，我一个人开车，注意路况，要忙着塞车，没有人帮我看电量啊！不是啊，那电量离那么近，副驾驶说要帮忙的啊！不是啊，你看到我在睡觉，你就自己注意一下嘛！什么？我自己注意一下，我要忙这么多的事情吗？那我发抖。那现在怎么办？那怎么办？我们现在在这地方啊，这里有没有充电站？这历经千辛万苦，我终于来到日月潭的饭店了。我们终于要入住饭店了。而且你手上拿的是什么怪怪的东西？这东西呢，就要自己打开来看啊。这个东西我觉得很不妙，这一路上搞得我非常的不愉悦，你知道吗？不是，你看我们出来环岛，但是没有那么简单呐。这什么右脚不乖睡马路？对啊，这一路上都我开的，那不我耗电是谁耗电？对啊，我还没有讲完，就是呢，谁比较耗电呢？谁今天就不能住这里？哦，我觉得这个来宾真的是从头到尾都很会算计，老谋深算，很会凹啦，很会凹是不是？很会凹，所以来真的，真的来真的、啊，来真的，我先走啊，他就这样跑掉。位于日月潭伊达邵的立山林会馆，全栋以快木打造而成，被誉为亚洲第一大木屋。走进饭店就能闻到快木香，拥有独一无二的美丽景致。饭店中的鱼藻餐厅拥有180度面湖环境，住客可享用主厨精致的在地美食，还能一次看遍日月潭景色。立山林会馆也提供最顶级的总统套房，让住客感受到无限的尊荣。过去曾有数十国元首入住于此，其中也不乏政商名流、达官贵人，皆以入住此地作为人生成就的里程碑。入住立山林会馆总统套房，面对幽静湖景，褪去凡人俗世的纷扰外衣，换得一身惬意从容。豪华湖景四人房可以欣赏日月潭的美丽景致，会馆甚至还提供了钓竿，让住客可以在阳台直接钓鱼。如果幸运钓到大鱼，还可请饭店帮忙烹饪。
最重要的是，莉莉莉山林会馆附近也有设电动车充电桩，让此行开电动车前来住宿的我们感到格外亲切。啊，等一下呢，还要去旅社接阿远。哎，不过呢，像我等一下还要把我行李拿上车，这时候呢，置物空间就非常的重要了。我们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特斯拉的置物空间吧。其实呢，我觉得它后面的那个置物空间其实是真的蛮大的，它大概有340公升，这大概可以放4-5个行李箱没有问题。因为像女生出远门的时候，东西就会特别多，因为就什么都想要带好带满。那像有时候，因为我自己个人的习惯呢，我就会带很多小包包，然后这时候呢，我就会用到这里。对，然后像比如说，如果你还要买一些伴手礼，你也可以放在这个地方。我觉得其实空间真的蛮大的，然后你再加上这边，哦，这出远门超够用。然后如果你还要买一些可能比较长，需要一些空间放东西的话，你也可以把椅背倾倒，像这个，它就是一样，按一下，它就会自己关门了。那像车子里面呢，这些小小的置物空间也是很重要的哦。像这边打开，哦，这空间其实蛮大蛮深的，会，它里面的空间也是很大很深，轻按一下它就关起来了。然后我们还有一些东西呢，是需要透过平板它才会打开的哦，像这个手套箱这样子，点一下它就开了。还有前面的行李箱也是需要用平板才能开启的哦，我们现在打开吧，我们去看前面吧。前行李箱的空间其实也是蛮大的，它这边大概可以放84.8公升的行李。2022年式的新车呢，它这边还要再多加一个挡片。那这挡片呢，它就主要是因为下大雨的时候怕水就是会泼进来，所以就会加减有一些就是挡水的效果。看昨天阿元睡旅店的份上，那我们就开始去接他吧。看起来精神不错哈。哦，睡的是真的蛮好的，神清气爽的。对，昨天晚上睡得很好，就对了。那你睡得怎么样？可以，憔悴。不会不会，精神很好。你看连胡子都没刮。没有，这就是对长得快，对早上刮过，对。好，那既然这样子，我们就一样。还要再来是不是？当然。对我这么好。哇。好了，交给你了，谢谢了。看这灯塔也算是蛮孤单的，就一个人站在这边。前面几只都是，就看起来就是很澎湃啊，感觉是真的有用心，这感觉有点可怜。但这边其实风景还不错啊，你看。这里其实是真的还蛮舒服的耶。而且它的消波块放得也太外面了吧。你知道为什么他会坐那么外面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日本消波块都是放在蛮外面的地方，让人可以就是离海水就是近一点。真是假的？嗯。哦，看到台湾极西点了。终于到了。终于。国盛灯塔是在民国46年时新建，所在位置于台南市七股区国盛港，它同时也是台湾极西端的灯塔。国盛灯塔塔身为方锥形钢架结构，配色则是以黑白相间呈现。曾于民国58年受到魏欧拉台风侵袭导致损毁，随后于民国59年移至附近的顶头鹅沙洲另行搭建，继续发光。此时一行人还不知道前方有着巨大的难题等待着他们。哎，这很不动桃哎，才开那么远。你就累了、哦，很累好不好？我现在有年纪了，没办法这样操劳、哦，你知道吗？啊，那怎么办？我刚刚开车也不是你开啊，我昨天开了不少了。哦，好像也是啦。嗯，那不然我带你去桑姐嘞。嗯、啊，哎、欸，桑一下。对啊，桑姐是听起来不错啊。真的假的？这么好看的事情？当然，你看桑姐让你舒缓一下你的心情，这样我们开的起来才会更安全呢、啊。哎呦，有道理，走。是，走。哎、欸，讲到桑姐，你就走那么快，突然觉得很有精神。哇！对，刚刚那只是稍微休息一下。
装伤一下。嗯，是要让你伤一下。这里，这里。这跟我想象中的好像不太一样。这边超厉害。哇！再来。哇！哎，我有事，先走了。回来，有没有？老板说要处理。要处理什么东西？理发界最高档的理发刀。哦。西德双人牌。我们看着是德国制造，我们来试试看好了。哦。好。给他处理下去。有那种很有回到小时候的感觉。假的，我小时候都没看过这里，超有亲切感的。摸一摸看看，粗粗的，粗哎。等一下处理好了再摸，就跟你脸皮一样嫩。真的假的？哇，水姑娘。不用怕，不用怕啊！我想说，我胡子没有长在这么上面的地方。有没有细毛？那刮掉脸，汗毛会比较光滑。这里有毛，有没有看到？有。要修掉啊，不然的话就一线毛。这样就可以了。其实这感觉蛮疗愈。对啊。有没有细毛？很舒服哎。有没有看到？它那个刀子划过之后，那个感觉很光明，那感觉很清爽，对不对？那角质都帮你去完了，现在看起来你额头已经不黑了。真的假？对，有那种发光的感觉。放轻松，放轻松，不要怕，不用怕，你不用怕，去帮我紧张吧，来，有捏。现在来到这很刺激的地方，如果今天是我拿着，你就应该要害怕了。真的，要不要拿它看看？不要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自己也会怕。有没有看到？这个就是胡渣，胡渣，渣男，渣男，渣男。哎，这屏幕看起来真的有比较好哎。当然好啊，脚趾修一修就好了。老板，胡渣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个性吗？可以。他怎么看？他很硬。哦，他很硬，他比较，他脾气比较正直，他坚持。很多人都这么说了，很摸啦，硬的部分。那他有软的部分吗？有，很细。很细哦。你现在摸，跟刚才你摸的一不一样？很细耶。听起来怪怪的。老板，我等一下也要刮。哦，这感觉很舒服。摸一下，摸一下，很嫩，有滑嫩嫩的，有没有很嫩？有，你自己摸一下。很夸张，就很特别啊。但是它那个刀子划过之后，就很清爽。OK， 完成。哎呦，还有按摩，这进场保养也太爽了吧！为什么力道觉得有点怪怪的？太阳穴在这里嘛，要顺着太阳穴这样啊，这样按一按，对，有没有听到声音？有，有没有？来啊，你看，就是帮忙握太久，真的，对吧？舒压一下，你用左手还是右手？感觉阿远快睡着了，有没有？超爽！我这个，这手怎么比较粗一点？这个是怪怪的，会痛吗？不会。注意啊，注意啊！来，起来，起来啦！要起来了，小舒服啊啦，爬不起来啦！哦，哎呦，这个整个筋都按到了。对，有无？对。啊，这个就是爱这个筋络。哦。这有一个穴道。对。有无？小定啊啦，放个冷，放个轻松，暖暖的。暖暖的。有听到声无？有你拍卡唱会了？有啊，伊个放我轻松，放轻松，放个冷，有没有听到？你要叮当一下。好啦，转一转。嗯。有没有比较轻松？这个力道啊不一样哦。现在整个人都很，整个人都给你转到了，有没有比较轻松？啊，没得说，是啊，转转厉害。你不是在玩车吗？对啊，我们在报汽车啊。玩车，我有车牌啊。真的假的？车牌？为什么理发厅会有车牌？真的假的？对，那是阿伯年轻的时候收集的。黄先生见过牛车牌吗？好多，给你见识一下哈。哦，这是跟云集有的车牌。哦，
61年，这是耕耘机，这是什么宝马？哦，这个应该是俱乐部的。这两个就是他不卖，非卖品。对啊，这个怎么没有上上颜色？没有那个啊。这是人工打造的，打歪了。这是牛车牌。牛是这么小啊，好可爱哦！啊，这样看得到。这台南市的三轮车，这是牛车。牛车为什么要写受力？它就是有马，有犁，犁知道吗？知道。阿伯，这个我知道，这个是卡瓦萨基。阿伯那一台啊，你有这台摩托车？有啊，真的假的？这个是卡瓦萨基的车牌。是以前邮差动心的车吗？阿伯的帽子很特别。40多岁了，邮差车。哦，一发就到。哎呦！哦，上车。哦，好复古哦。换好啊，换那金甲头。哦，你这车况很好哎，很清脆的声音。哦。哇！啊，别再两头嘞。去完阿伯那边剃完胡子，整个神清气爽，舒服。没错，我看你刚刚爽成这样子，现在有力气开车吧？这个有松到，有松到。我到了，跑来垦丁哎！你一直在那边跟我讲车，他都已经结束了，结束了，接触了。The day is breaking softly and the night is glowing true. 酷不酷？真的很厉害，比你阿公还老。嚯，上去坐看看来。这个是体重啊？啊，八十岁了。80岁的椅子，对，舒服哦。功能都正常哦。正常啊。舒不舒服？这是谁？你认识吗？哦，金针菇，那是那个。你认识吗？网红啊，你就比以后比他还红啊！哦，就是这一个啊。做了就红了，做了就红了，对，他来的时候还没有百万，现在已经百万了。做过做百万 YouTuber， 哎，赶快再多做一下，多做一下。我要做久一点。今年黄金试车组开 mini， 搜集全台各地的最强传说。今年我们又要去远征啦，这次要开着最夯的 Tesla Model 3到全台四极点灯塔踩点哦。这是一段关于爱与冒险，还有寻找充电站的旅程。我们造访了可以在阳台钓鱼的饭店，台南 Old School 理发厅，垦丁秘境海滩。哎，不止这样，看完三节影片，到地球防地线网站寻找题目，完成作答参加抽奖，把 PS5 给带回家。